剪了露馅了，快跑！当我假装陌生人，学跆拳道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公园锻炼身体啊，看见后面有教练带孩子练跆拳道啊，咱过去啊，假装陌生人去逗逗他们啊，戴上墨镜，别被认出啊。走。哎，你好，教练，这练的什么功夫啊？这是跆拳道。那我能学吗？你也不行，你又不会，你练什么呀？你让我试试呗，行吗？行吧，行吧，来，后腿双飞，让他踢一个，你做一个啊！啊，行行行，好嘞，好嘞。来，走。来，你来做一次，走。我这么厉害啊！你要试试，我是这得双飞是吧？哦，行，我试试啊。是这问题吗？你这会呀、啊，你这肯定练过。可不敢胡说、啊。教练，我悟性比较高，还有比这更难的吗？更难的啊！那咱们给你表演个特技。特技啊！来，四手翻。特技哈，我看。我去，你行吗？这么厉害？那我好像我不用手我就能翻过去。你不用手你就能翻？对，不可能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断水流的厉害。那教练我先翻一个啊，你看一下啊。我去，行吧教练，可以啊、哎、这有点累。小教练，认识他，他是杜教练。原来是你、啊、你也坏了，露馅了，快跑。